底唱歌中到底抬不抬软腭？这个话题争议特别大，很多朋友也问我，唱歌到底抬不抬软腭？高音抬不抬？低音抬不抬？我仔细琢磨了一下这个问题，那我们唱歌到底抬不抬软腭？要不要打开内口腔？这要看你唱什么歌曲。你像是那种大歌，我爱你中国，祖国慈祥的母亲，像这种大歌，我们到了关键时刻，唱到高音，有些尾音延长的时候，我们不由自主，我唱歌的时候，这个软腭就会半抬起，不然声音会感觉干瘪不浑厚，而且声音会发尖，很亮很尖。但是我唱的时候从来不想我下句要不要抬软腭，哎，这句要不要抬多少，这个我是从来不会想。像是有些歌曲比较接地气，比较亲切那种。夜半三更又盼天明，比较亲切，像说话一样的。我的软腭也没有抬起，所以抬不抬软腭主要看你唱什么歌曲。这是我自己想法，你有没有别的意见呢？可以留言。